国务院新闻办发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同时呢，我们举行新闻发布会啊，向大家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系统梳理和介绍中美经贸摩擦的来龙去脉和两国经贸磋商的基本情况，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原则立场，